还有一个人呢。
멍구냐. 至尊孟世龙死了，不错。不过，有个叫小芳的要替他报仇，找一个叫秦世雷的人。他找秦世雷，正是。传说小芳是个杀手，专门杀一些跟孟世龙血案有关的人。 不查明事实真相，就滥杀无辜，请至尊准许在下率辖下护法将穆小芳处死。不，虽然武林至尊孟世龙全家惨遭杀戮，承蒙武林同道抬爱，坚决推老夫继任至尊。老夫之意，人在江湖，要以德报怨，而非以杀之杀。 所以，在事情未正式之前，老夫不同意诛杀穆小芳。启禀至尊，小芳杀人事实，我们总不能让她逍遥法外。对，请至尊替我们拿个主意。启禀至尊，有很多人传言，杀害孟世龙的凶手是受了秦世雷的主使。 孟世龙之死，关系着整个武林的道统与正义。老夫保证即刻派人追查穆小芳和秦世雷的下落。但是，在真相未摆之前，各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 启禀至尊，柳天居呢？找到了。
但后来又被他溜掉了。溜了？是。至尊，依我看，还是先找到小放，而后再想办法对付柳天驹。好，端午，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，让楚千羽去办这件事情。这个人喜怒无常，正邪不分。 能不能办成，就看你了。600两黄金，哼，你也未免太小看我楚千羽了。<笑>如果楚大侠认为太少，我们还可以再加。我楚某志不在此，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扬名天下。 做武林第一人，小芳是我心目中最大的目标。你走吧。<笑>看来是不能强人所难了，告辞。 啊！啊！你哎哎哎！
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以多欺少，我看不惯。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也许。小芳。要命的小芳。我叫龙石。我知道。最重信义。人称一诺千金。我欠你一个情，我会还你的。何必呢？总有这么一天的。小弟弟，这是干什么？我要你做我的师父。我怎么能做你师父呢？你能，你能的。刚才小杰看到你帮助红衣服打坏人，你一定能做小杰的师父。学武艺是很苦的，再说，你爹娘也不会答应。小杰就是因为从小没爹娘，所以才天天被欺负。他骂我野孩子、小杂种，还骂我，还骂我。我什么苦都不怕，你做我的师父好不好？我要学你一样，长大以后帮助好人打坏人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小杰是一个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侠客。叔叔，你生气了？小杰。叔叔不能教你武艺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小杰已经无家可归了。叔叔，你是一个大侠客，怎么能不管小杰的死活？
叔叔，小芳叔叔。是小芳吗？风大，小心着凉。我说过，我会照顾我自己的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这串珍珠挂在你身上，一定很美。为了我，值得吗？只要你快乐，什么都值得的。小芳，有时候我很庆幸我能不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，可是现在我多希望能够看见你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已查出你杀父的仇人，他叫秦世雷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报仇。小芳，我现在报仇的欲望已经没有那么强，我只希望你能多留在我身边。你是说你原谅了你杀父的仇人？也许。总之，以杀止杀，永远也解决不了仇恨。任心，小芳，我现在只有你。小芳，小芳，
小弟弟在练剑呢。当然了。那这叫什么剑法？这叫……这是我自己创的剑法，你管得着啊？你知不知道你昨天在树林里看到那个叫小芳的人现在在哪里？你怎么知道我昨天看到过他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朋友。他是我师父。说他现在在哪里？不说，别不说。林天宇，把他放下了。小芳叔叔，哎呦，小芳叔叔，欺负一个小孩子未免太过分了。你知道我名字？楚千羽，心狂气傲，一心想做天下第一人，江湖上盛传已久。哼，看样子我还挺有名的。找我有事？我要杀你，不过不是现在。我来这儿主要告诉你一个消息，杀孟世龙全家的还有聋哑双残、阴阳令婆和柳天驹。柳天驹现已回到洞天府，阴阳令婆在行尸谷，聋哑双残今晚会到飘香院。你是要等我杀了他们，你再来杀我？哼，我再奉劝你一句，我能找到这儿，公无忌自然也能找到。你的老巢恐怕保不住了。小杰，帮叔叔一个忙好吗？嗯。照顾你月心姐。你有没有老香草啊？大概是没有啊。我们这里面有夜来香、小辣椒，我给您配套几位，包您满意啊！啊，哥们，快点啊！哎，大娘啊，别客了。哎呦，大爷，里边有上房，您里边请，漂亮的姑娘有的是，您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大爷。哎，王大爷，您要走是不是？好走，好走，慢走，慢走啊！赶紧的来。哎，姑娘们，快点啊！哎，二位大爷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跟着我走，这边走，这边。哎，您这边请，行行行。哎，我们这个姑娘是又漂亮又美丽，包你们满意，如假包换呢。哎，二位大爷，里边请，您请，您请。哎，二位大爷，您请坐，请坐。二位有相好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两位，包君满意呀、啊。啊，怎么样？嗯、啊，这没有啊，不要是吧？那你们要自己选喽，我给你们找两个来。嗯、啊，没有，这没有。哎，二位大爷，我问你们有没有相好的，你们说没有，我给你们介绍两位，你们又不要，哎，让你们自个儿挑，你们又不肯，二位大爷太难伺候了吧？啊，嗯，没有，嗯，没有。嗯，没有。嗯、啊，哦，我明白了。
你们两位对这玩意儿没兴趣是吧？啊？没有。啊？那你们来干嘛？啊？不是这意思啊。嗯。那你们是没闲喽？哎。啊？没有。哎，那你们是来存心找茬喽？没有。那你拿我穷开心呐？没有。啊，我好说歹说你当时没听见呢？没有。啊，你是聋子？有。嗯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哎，那你是哑巴喽？一聋一哑。聋？龙爷，哑爷，那姑娘是要一个还是两个啊？一个也不要。你们做错了一件事，为了钱财残害了武林至尊孟氏一门。你是存心来找我们的吧？正是。没有。没有。哎呦！没有。这时候啊，小芳叔叔就像风一样，呼一下就从坏人的身边啊飞过去了。然后啊，他一剑就砍断了他手上的兵器。那个坏人啊，还以为他的手被小芳叔叔给砍断掉了呢。所有的人也通通都吓跑掉了。那个坏人他突然啊，惨叫了一声，一看手还在胳膊上，他那吓得转身就跑掉了。小姐，还有呢？还有，对了。当小芳叔叔收戒了以后啊，他站在那儿动都不动，像一座山一样，只看见到他的衣服一阵阵一阵阵在风里面飘啊飘。
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就像天上降下来的神一样。当时我就想，将来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学他一样，行走江湖，帮好人打坏人，做一个人人敬佩的大侠客。月心姐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小芳叔叔？我也很喜欢他。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。客官请。客官要生炒人肝还是清炖舌头？你要哪样啊？小二，什么都不要，我要找一个人。人？新石谷没有人，只有鬼。鬼？那我就找个鬼吧，那个鬼叫阴阳令婆。阴阳令婆？命婆，江面杀手萧凌，正是区区在下。我俩素未谋面，两不相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毛遂自荐。此话怎讲？为了那600两的赏金。什么赏金？小芳的项上人头。哦，那么你来是？想与你谈谈这笔交易，看看穆小芳在你眼中价值多少。穆小芳与你有何关联？没有任何关联。说来，穆小芳在至尊眼里该是一文不值。既然如此，就当没谈过这笔交易，我告辞了。
阁下是算命还是卜卦？你真会看相，我看不见得吧。阁下说笑了，有心无相，相随心生，有相无性，相随心命。真想不到阁下也是行家。你一天到晚为人算命，有没有替你自己算一算？如果十个月前你没有杀武林至尊，也许你还是个好相。可惜你只能活到今天。是谁要你去杀害武林至尊的？说，他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天秦时雷派人送了一封密函，付了黄金200两，要我夜袭孟府，并且负责保密。秦时雷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哦，你再想想看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江面杀手萧凌，你认得我？听过，但不知是真是假。只要是活的，必定假不了。我的人头价值多少？黄金600两。凭我小方的人头，只值600两。哼，可能不止，但是秦世雷他只出这么多。我俩不需动手。为什么？价钱不合。哦，怎么说？你杀了我，有600两黄金可赚；我杀了你，白杀。可是今天这600两黄金，我是赚定了。
这600两黄金你是赚不到。不见得。要拿600两黄金的并不止他一个人。你的意思是要杀你的人太多了，只是各有打算罢了。他为利，我为名。不错。对，杀了我是可以达到你所祈求的，但是你也会跟我一样带着满身的血仇浪迹江湖，到那个时候也同样会有人为名为利来杀你。我所祈求的，也就是有一天有人为名为利来杀我。你现在就可以动手，如果你能杀得了我，你立刻就可以得到你所祈求的。如果你聪明的话，就不会冒这个险。只要你不死，我还是有机会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的机会大了。掌灯时刻，你倒准时。一诺千金，向来准时。何况你曾救过我。我记得3年之前，你曾对我承诺一件事情。现在我要你履行这个承诺。什么事？杀穆小芳。杀穆小芳？你不答应？我一诺千金，最重信诺，当然答应。好，既然你已经答应，我想你就不会反悔。端午，在。按照雪儿，雪儿，袁星姐，是我小杰，快跟我走。
别怕。杀了我，你才能满足，至少我可以名满天下。名，对你真那么重要？这是我毕生最大的愿望。
放开！这样做，值得吗？虚名带给你的只是一种莫名的痛苦与无奈。江湖人，自有江湖人的悲哀。小杰，小杰，小杰，叔叔，月心姐姐，所有杀孟世龙的凶手都以假借小芳之手给除掉了，至尊的计谋实在妙到极点。现在等鳖入瓮吧。果然是你，不错。你真是香面杀手萧凌。不管是真是假，能活到现在，绝对假不了。那你只不过是赚600两黄金的杀手。你以为呢？并不尽然。我本是莆田县的捕头，杀手只是掩饰我的身份。我真正的目的是在查杀害孟世龙全家的凶手。外传杀害孟世龙的幕后主使人是一个名叫秦世雷的神秘人。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一年来抽丝剥茧的结果证明了一件事，秦世雷就是你。你没想到我是有备而来。你也占不到什么便宜。我相信小芳已经把孟月心带走了。
孟姑娘在哪里？哼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人呢？小芳，小芳，我在这里。龙使，我们又碰面了，你没想到吧？这件事可是你干的。人在江湖，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。有的人是为了名誉而活，而我是为了信诺而活。哼，人活在世上本该重信诺，这也是对的。所以，我答应了公务姐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为了让你放心，我可以承诺你一件事情。我不需要任何承诺。如果你死了，我负责孟姑娘的安全，绝对不让人伤害她。不愿他们破坏我的承诺。公务姐杀小芳，却没答应不杀你。何况，你又破坏了我对小芳的诺言。履行了我的承诺，龙氏，你我到此结束。不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们永远不能结束。那是为什么？一诺千金。虽然我失信公务姐，但是我不会跪。不愧是一诺千金。
月心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杀父仇人只剩下小杰，陪孟姑娘到房里去。哦。公无忌。也就是秦世雷，故弄玄虚，哼，至少没人知道我公无忌就是秦世雷。今天晚上，我要跟你了结月星的杀父之仇，那要看你的本事了。
月心，月心，要是你爹最后一个仇人就在眼前，你能原谅他？ 可是你说过，你复仇的欲望已经没有了。我是说过，可是我一想到我爹无辜惨死在别人刀下，我就恨，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可是你也说过，以杀止杀，并不能解除仇恨。 月心，你的阵前方，就是你仇人的心口。月心，刺下去。月心，他是你的杀父仇人。刺。 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月心，人不能走错一步，走错一步，一辈子都要遭受良心的自己。秦时雷为了要做武林至尊，他收买了我，你爹就是我杀的。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所以，我等他们走了以后。
我就赶回去，把你接到这儿来，然后我把当初参加的人一个个将他们给杀了，可是仍然无法减轻我心中罪孽的感觉。一回到梅园，良心的自己是我不敢面对，尤其是小琴的纯真，就像针一样刺在我的心上。我发觉我才是最恶的根源。